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余文乐在五月荣升爸爸之后，游子万事足，不时在社交网提及儿子余初见。现在更加享受家庭生活的他，今日就上传一张家庭合照。照片中，余文乐的太太王唐云、父母和妹妹都在场。王唐云还穿上短裤秀长腿，但照片中就不见余文乐和儿子余初见。网友搞笑猜测，拍照片时余文乐在抱着儿子帮忙拍照，而余文乐也开心留言：简单开心，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